2023年杭州亚运代表台湾参赛的撑杆跳高选手黄正奇，以5.15公尺的成绩获得第8名。他来自屏东，是越南新二代。目前就读屏东大学体育系的黄正奇，国三那一年看到学长在练习撑杆跳，就一见钟情。刚进来学校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固定的项目，然后就是整天都在就是帮忙田径队做杂物，然后就有一天叫那个老师叫我去帮忙学长他们，就是服务撑杆跳场，然后就那时候爱上，就是飞翔的感觉。爱上飞翔的感觉，黄正奇努力练习。2022年在新北城市杯公开男子组撑杆跳高决赛，以5.35公尺佳绩，一举突破维持9年的台湾男子撑杆跳全国纪录，取得亚运参赛资格。在教练眼里，是个很有天分的选手。正奇呢，他比较灵活的选手，体重也比较轻，啊，速度也很快，动力也很强。很好。黄正奇说，每次的跳跃他想的是动作而不是高度，因为自己杆上的动作比较不稳定，得多练习辅助动作才能更进步，而和同学们一起练习也能够让他心更安定。可惜自己练就感觉很孤单，然后大家一起练那个气氛好比较好，你就会感觉你练的效果会加倍。才20岁的黄正奇，人生正要起飞，他非常期待能够前进国外赛事殿堂，与国际好手较劲，去学习观察不同的环境与观念，持续撑高台湾纪录。